大多数的情况下呢，我们遇到演艺圈的那些公众人物啊，都是会把他当做模特一样，一起拍一张照片，留一个难忘的合影。但是这一回啊，刘昊然遇到了一件新鲜事儿，连他自己都一下没反应过来。刘昊然作为中戏的明星学长，一直都是自带光环般的存在。不过最近昊然哥哥可是有点受伤，因为有中戏同学分享了这样一则小故事。5分钟前，学校门口昊然哥哥走出来要上车，不知道哪个班级的全班同学叫住了他，说昊然哥哥给我们合个影呗。昊然哥哥以为是要和他合影，同学们愣是把手机塞给了昊然哥哥，让他帮他们班级拍了张班级合照。原来请昊然哥哥合影的意思是要请他做路边零食的摄影师，不知道昊然哥哥心理阴影的面积得有多大呢？